第十二题，在各种温度下分别进行盐酸与大理石反应生成二氧化碳的实验。假设大理石颗粒大小与盐酸浓度均相同，则在哪一种温度下二氧化碳的生成速率最快？这里在考温度与反应速率的关系。我们知道温度越高反应速率会越快，但是没有成正比，所以第十二题问我们说，则在哪一种温度下二氧化碳的生成速率最快？我们答案选的是猪50度 C。